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leep Clinic 的 Dr. Samantha Chia。 今天我来为大家解答五个 BHRT 最常问的问题。 BHRT 中文翻译为生物等同性荷尔蒙疗法。简单来说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每个人都会老化和退化，那是因为体内不再生产适量和足够的荷尔蒙来维持我们体内的功能，因而导致一系列的病症和症状。其实 BHRT 的治疗适合于男性和女性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女性是有更年期叫做 menopause， 男性也有更年期，其实就叫做 andropause， 这样男性和女性都可以补充荷尔蒙，因为荷尔蒙的数量已经是失调了。BHRT 大多数取自于天然植物 soy and yam products， 它不是 synthetic hormones。 服用的方式包括口服、涂抹擦在皮肤上，完全不需要打针注射的。第一，必须进行和医生一对一的 consultation， 这个 consultation 就会给医生了解你的症状和你的一些病例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进行完整的血液报告，因为这个血液检验呢会包括荷尔蒙的数量。第三，报告一出来之后，医生会继续再跟你研讨和商量你身体所需的荷尔蒙。马来西亚的女性在年龄介于48到52岁的时候就会进入更年期状态，那更年期的时候，他们的体内就会产生种种变化，譬如呢，容易疲累，身体热热，关节疼痛，容易肥胖，肿胀，甚至有些人会经历突然焦虑、忧郁，四处干燥，影响性生活或者睡眠问题等等。如果您想健康的享受晚年生活，可以联络 Sleep Clinic 来询问 BHRT 哦。